中。多么精纯的灵气呀、啊！救救我！哎，这位女施主怎么了？奴家经过此处，谁料受了伤，现在连路都走不了了。奴家伤到了这里。谢谢人疗伤之恩，不必客气。好仙人啊，你说奴家无依无靠，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仙人，不如就以身相许。这不大好吧？才修炼几日就敢跟本仙斗法？好仙人，你不是刚才还挺享受的吗？怎么一下子就变脸了呢？哼！区区我手里的一只小妖，就能把你骗了。玉帝，好久不见呢。重明，小黑乃天界上仙，特此下凡，当街降服这生猛妖女。诸位乡亲父老可看好了啊，三招，就三招，我必定让他现出原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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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罗邪施法必定灵。一招。两招，三招，哥，你没事吧？三眼怪，罗小黑，怎么了？几天不揍你，肉皮又痒了、啊？放屁！我这是降妖除魔，为民除害。你嘴给我放干净点。她是我妹妹月童，除你个屁的！她是你爹捡回来的妖孽。我去！走，回家。野种，你别跑啊！野种，小野种，野种，小。
你再给小爷说一句。别说了啊！我说你是个没娘养的小野种。住手！住手，二郎！跟我回家。哥，走吧。师父终日勤修不辍，想必伤了的真气也都该复原了。师父，师父，现在人间是何时了？人间已过20年了。啊，20年？哎，你怎么不叫醒我呀？我坐的时间太长，腿都麻了。笑什么笑啊？还不去把我的昊天镜取来？是。刚刚不是还很威风吗？死不认错，拒不下跪的。哪吃得下呀？气都气吧。那我不跪怎么办啊？总不能把老杨气死吧？你说什么呢？那可是咱爹啊！三怪，没错，就在前面。去哪儿啊？这是？小鬼，把孩子放下！别把孩子吵醒了，此子能助我师尊恢复妖力，也算是他的荣幸。站住！哎，哥，等等我！小心啊，哥！
就是这儿，这边，走，去看看。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，妖怪，妖怪，妖怪，抢走了我的孩子。大嫂，想不到这世上还有如此半人半仙的小野种，想必吃起来也是极美味的。在这儿，我们走吧。上哪儿了？给我看一下。疼就喊出来。肉不疼。就叫月童给你上药。你打算一直装糊涂下去？我装什么糊涂了？妖怪说我是半人半神之体，说月童是火药一族的后裔。你别告诉我，这些事情你不知道。今日天降灾祸，妖仙大战，妖族虽幸战败，可这无数陨石也尽毁屋宅，堆叠成山。如今这妖童现世，定会要兴风作浪。是啊，是啊，我杀了他。你这是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杨大夫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三叔公，天佑愿将其收养，教其向善，绝不祸连林立。他要是长大作恶怎么办？若这孩子当真作恶，天佑愿以性命相抵，为他赎罪，绝无怨言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你和月童都是爹的孩子。那我呢？我的身世呢？你告诉我，我的母亲她到底在哪儿？别再问了。有些事情你是藏不住的。那也得藏。我当初答应过你娘。答应过什么？爹，我娘是不是还活着？你告诉我，我娘是不是还活着？这些事情以后不要再说了。爹，这二十年来，我一直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能见上娘一面，还请您成全。爹，你就成全我哥吧。童儿，让开。让开。哥。
世人愚蠢，自古以来便道我妖族寡情，殊不知你神族才是真正的狠狼。你困了我整整20年，连自己刚出生的孩子都能够抛弃，难道非要等到油尽灯枯你才罢休吗？妖精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妖族破土重来，你们人族仙族都得死。跟我来吧。哥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爹，这是哪儿？不是要见你娘吗？她就被压在这山下。你娘本是瑶池天女，20年前，妖族来到鸿蒙主。糟了，鸿蒙主。休想动鸿蒙珠！霍峰，你是霍族的未来，今日娘便将你和鸿蒙珠融合。雷心不死，师兄。师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妖姬，今日你为凡人诞下孽种，已耗尽气力，我看你如何拦我！把鸿蒙珠给我留下！等着！风林地平，半山五行，江河绝技，海出神行，竟敢使用移山诀！你疯了！龙神灵符，皆听我令，移经填脉，勇战魔灵。我被镇压，你也难逃，那又如何？此结界乃神力聚集之地，
爹只是一介凡人，就算丢掉性命，也无法撼动他分毫。谁在说话？我乃守界圣将，战者死。终于来了。你是谁？哎，看不出来吗？哎，我是一个很厉害而且很俊朗的神仙呢，在此已恭候你俩多时。你说你在这儿等我们好久了？那当然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们早就被守界石给咔嚓了。好啊，如果你真的是神仙的话，别挡住我救我娘的路。慢着，要像你说的那么简单，本仙早就动手了。那老神仙，你有什么办法能救我们娘亲吗？哎，说来也简单，只要能劈开这桃山。但是，它是什么？纵观三界，唯有你继承瑶姬的血统，也唯有你可以劈开这桃山。可是，又可是什么？若是劈开了此山，这桃山底下还压着一个大魔头崇明，若是他出来，必先伤了你娘。但可是，你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吗？你要是能跟我学仙法的话，说不定能够得道成仙，到那个时候就有能力对付崇明了。但可是，你要想跟我学仙法，你爹那关有点难过呀。哎，二郎，童儿，没事吧？哎，妹夫呀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当着孩子的面，多少给我点面子呀！你已经让我失去瑶儿了，现在还想把二郎也搭进去吗？哎呀，息怒息怒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。哎，不是，啊，不，小外甥，我先走了啊。你们两个跟我回家。我不走，我要同他学习仙术，我要救我娘。不行，我已经失去你娘了，不能再失去你了。爹，如果我今天离开，您会伤心一时。可是如果我不去救娘，娘一定会痛苦一辈子。爹，珍重。你，二郎。
去看看呢。这妹夫下手也太狠了。恳请仙长收我为徒。你想好了？是。所谓仙者，苍生所信奉，希冀所托也。苍生，仙人所守护，重则所负也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明白，就是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孺子可教也。你们跟我来吧。是。这里是风云山翠屏峰，以后你二人就在此修炼。尊主，你为何如此狼狈？属下无能。昨日本已得手一个婴儿，不料半路杀出一个半人半神的怪胎。半人半神，定是妖姬的孽种。与那孽种在一起的是我们火族后裔的一位姑娘，属下猜测，那位姑娘应该是少主火凤。火凤，她还活着？妖姬。你听到了吗？天不亡我妖族，我必不能负天呐。那咱们就斗到底吧。师父，真的想要得道成仙呢，你起码还要经过三层试炼。三层？这所需要的宝贝呢，就在那儿。师傅，他怎么这么小啊？哎，这山河设计图，你别看它小，它可是十大灵宝之一呀。你的第一重试炼。就在这里边。哥，师父。一炷香的功夫，爬上崖顶。哇，这么高，怕了？那怎么可能？怕了就不是我杨戬。哼，好，那这香我已经点着了。这么短，所以你就得抓紧时间了。所谓试炼，就是一个渡劫的过程。道成仙，有能力劈山救母，若是不成，那便会堕入魔道，万劫不复。哎呀，有点舍不得呀。你说什么呢，师父？你这小丫头，难道师父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吗？师父，你说我真的是妖怪的孩子吗？道法无为，只存本心，妖也罢，人也罢，就看你自己怎么选了。师父，我爬了多久了？
去了一切，难道还要坚持吗？你又变回来了，哎呀，真是太惊险了，差一点点你就回不来喽。师父，那我通过了吗？通过了。来，打我。打您？师父，这哪好意思啊！哎呀，听我的，打我！你那个仙力啊！哎呀，我话没说完呢。师父，那我是打还是不打呀？哎呀，你那点凡人之力根本伤不了我分毫。啊？你体内继承了你母亲的血脉，若是想能完全的掌控，必先用你的意念去感应你体内的仙力。意念？先试试调动调动你的意念。尽全力打我！师父，师父，对不起，我实在没想用全力打您。师父，您没事儿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那我，你没吃饭？那我再试一次。哎，等会儿。为师，看你小子挺有悟性啊，稍加点化，你就懂了不少。是吗？嗯，你先在那儿练着，为师要去打坐。是。嗯，孺子可教。师父，吃饭了。师父。师父，你怎么吐血了啊？天干物燥，容易上火。师傅是上火，压根出血罢了。嘿，哥，师傅他吐血了，他人没事吧？哎，师傅他不是人，他是神呢，他怎么可能受伤呢？都怪我，没把师傅打到满意，下次一定把他打到满意。什么？第二重试炼是偷兵器？对，三尖两刃刀，那是上古神器，现存于昆仑圣虚之中，世上唯有它能劈开桃山。就这破玩意儿是上古神兵？哦，对了，
你们一定要注意防狗。这狗也太大了吧！我说狗弟弟，哥没把你打服是不是？再来啊！拜拜。哥，哥，大家呢？可是人家已经走了呀。师傅，这第二层试炼的任务徒弟可都完成了。哎呀，好，孺子可教也。哎呀，师傅你就别磨了，最后一层试炼您交给我们，我们一鼓作气全部给他完成。哎呀，不要急嘛，在为师看来有一件事倒是急着你们立即启程去办。何事啊？何事啊？你看啊，你二人出来时日已经够长了，是不是应该回去看看了？啊，哥，我们能回家看爹了。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爹，你们不是走了吗？还回来干什么？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爹，前些年的事情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啊？行了行了，知道错了就行。你们这一晚上到哪儿去了？玉鼎那老家伙呢？什么一晚上？怎么，昨天还要死要活的跟着玉鼎走，今天就后悔了？才过了一天，一天都好久。厨房里的汤熬了一宿了，爱喝不喝？好的，爹。我喝，我喝，爹给我盛一碗吧，爹。尊主，属下已经查明，月童年幼之时被杨父收养，确实是我族少主火凤。杨戬的孽种，在跟随玉鼎那老儿学习。只待他先机一稳，便可开启最后一层试炼。我们得助他一臂之力呀、啊！哎，正是沧海桑田，不过是一瞬间。哎，你父亲认为那是一晚上的事情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可是我明明在此地已经修炼了许久了呀！哎。这仙境没有时间的概念，既可以无限的浓缩，又可以无限的延展。啊、对了，师傅，你看啊，这家我也回了，到底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第三重试炼啊？你别以为你拿了神兵，你的仙机就稳固了，这要不成功，必定堕入魔道。火候到了，契机也就到了，等那时候，我再用我的昊天镜。为你开启心结试炼，啊！哎，这酒怎么不对呀、啊？你还喝上了？兑水了是吧？是不是？说正事儿。我这也是正事儿啊！叫月童给我弄点好酒来。不去。听话。嗯。嗯。
傅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哎呀，原来我这里整整齐齐的，叫你们弄的是乱七八糟，搞得我连昊天镜都找不见了。不就在你右手边第三个柜子的夹层里吗？啊，我看到了，你去忙吧。那我把书放到正殿了。等会儿，你就把它放在那儿，一会儿我来收拾。哦，好。袖子怎么就擦不掉呢？童儿，哎呦，还在生为师的气呀？哼，我哪敢生您的气呀？您是师父。嘿嘿，得了，看来这昊天镜是没用喽。师父，你快告诉我，这神器究竟怎么用啊？只管认真地看着他，凝神静气，他自然跟你有所感应。谁在说话？你是谁，我便是谁。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弱啊？凭你现在的力量，怎么去救你的娘亲呢？传授我，可以给你渴望的力量。怎么？害怕穿上我会入魔吗？笑，在小爷这儿就没有怕这个字。那你还等什么？善恶本一体，你我本同源。只要你我重归一体，你就能让你娘亲脱离苦海。少主，师父，师父，不好！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好仙人。好久不见，哪里跑！妖姬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二郎，
还不住手！师妹，二郎已入魔道，你勿挽回余地。若不将其灭杀，你我必死在他手上。到时候，这天下必将生灵涂炭，万劫不复啊！可他是我的孩子啊！我们已经没得选了。大师兄！二郎。我是娘。娘，张东林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那是孩儿，现在已经邪魔缠身，无可挽回。你能跟爹团圆，就是我最开心的事。你快去找他，不要管我。娘，娘，傻孩子，快走啊！你为娘付出了那么多，如今也该是为娘补偿对你的亏欠了。这是耗尽修为，舍弃了元魄。你既然知道这件事情如此复杂，为何提前开启心结，引我入魔？是师父大意了，师父对不住你。你说什么？你刚才说，师父。你不认我这师父也好，把我当仇人帮凶也罢，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乘胜追击，仇明未恢复妖力，我们必须将其斩杀，否则苍生浩劫呀。苍生，苍生能换回我娘吗？这就是神仙的责任啊。这是你的责任，与我无关。
是在哪儿？火方，我是娘亲啊。什么火方？我叫月童。当年娘费尽心力将你送出结界之外，没想到竟被那个卑贱的凡人养大。我爹和我哥呢？你把他们怎么样了？他不是你哥，他是妖姬的孽种。当年娘受困桃山，就是因为他们。前尘往事无需再提，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火凤，你就是火族唯一的火种，未来的至高女帝。神仙也好，妖怪也罢，我们本是同根同源。火族战败之后，那帮伪善的小人编织谎言，称我们为妖物，之后就高高在上，让我们不得安回，日日夜夜受着烈火煎熬。娘发誓，总有一天，我要夺回红莲珠，带他们脱离苦海。如你所说是真的，那他们现在封印在何处？何处？这地方你熟悉吧？每时每刻都在含恨受苦，他们就不无辜吗？今时今日，你必须做出选择。如果你决定不了，那就让我替你决定。去吧，别让你娘失望。爹，你觉得娘为了苍生值得吗？爹从前总舍不得放手，现在大家需要你，爹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让更多的人家破人亡。去吧。将重现人间。
夫，竟然还有时候背叛我火族，死了也是活该。一桐，一桐，原来红母猪一直就在我体内，他为了控制红蟒之力，强行融合我的神魂。玉桐，这可我还是你的妹妹吗？是，你永远都是。玉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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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戬，真该谢谢你！要不是你杀了这不孝女，我也无法彻底掌控鸿蒙珠。现在你可以去死了。熊熊烈火，焚我身躯，寂灭无常，重现生机。火族子民，听我号令，苏醒吧！想吃什么？原来是苍生的手，是凡人的信仰。可是为了苍生，神便要舍弃一切吗？我若退后，便是苍生浩劫；我若向前，便是生死道消。你值得吗？问心无愧，便是值得。天下，Thank you.
给瑶儿上香啊？上什么上？她又没死。二郎，天佑。瑶儿，娘，天佑，这些年你辛苦了。不辛苦。师傅，咳嗽，你咳什么咳？啊，你娘是法力已尽，都变了，仙寿未竭。但是他大什么大可能？法力已尽，